啊，攞入嘅时候，狐狸先生都唔系几快啫，而家首先抢出嚟嘅超级飞弹啦，同埋呢个生蚝啦，最后多少先至眼镜勇将啦，然后军学星啊，跟住有呢个先过你啦，然后就狐狸先生啊，星孤劲明啦，然后就系胜利拍档啊，包尾就系潮州金嘅，开始上大石鼓嘅时候，眼镜勇将喺中档，至于有半个马位嘅超级飞弹啊，手如第二，然后军乐星系手如第三，跟住咧先有生蚝啊，然后就狐狸先生啊，最后啲先至有呢个胜利拍档啊，然后先过你啦，星孤劲明啊，潮州金而喺个尾度噶，开始落大石鼓嘅时候。 眼镜勇将咧，仲有前面嘅成大半个马位嘅，而家见到呢个超级飞弹仲系手如第二位，跟住有呢个生蚝啊，军乐星啊，然后就系狐狸先生啊，最后啲先至有胜利拍档啊，然后就系先过你啊，星孤劲明潮州金咁样噶，去到转翻中间嘅时候啦，仍然系超级飞弹斗紧呢个眼镜勇将啊，跟住咧就系有呢个系军乐星啊，然后就系狐狸先生啊，大外档啊，呢个超即系胜利拍档咁样噶，而家转正入直路嘅时候啦，见到呢个外档嘅胜利拍档同埋胜狐狸先生啊，双双杀跟上嚟啊，跟住咧即系有呢个超级飞弹。 然后就生蚝啊呢啲马噶，去到最后200米嘅时候，狐狸先生系占先少少嘅，跟住有胜利拍档威力得佢相当犀利嘅，然后先过你一中档杀跟上嚟，个终点要影相噶，胜利拍档狐狸先生要影相嘅，然后先过你啊。